虾的吃法千千万，小景做了一大半。虾挑几只大的，开背去虾线，剩下的打成泥，加入料酒、黑胡椒、蛋清，稍微腌制一下。虾泥和土豆泥加入芝士碎拌在一起，揪起一坨压成饼状，裹上一层淀粉，把腌制好的虾盖上去，稍微压压实，撒上葱花，锅里的油要多一点。烟煎便把油淋在虾的身上。前几天在评论区有人想喝草莓牛奶了，光光草莓就太单调了，再来点蓝莓，挤上奶油，达到像这样焦香酥脆就可以啦。这样做出来的虾肉特别的脆，土豆饼里还带有芝士的奶香，再沾上点自己喜欢的酱料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